好体面，我心里真得意。好，停！来，Lizzy 刚刚有偷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刚刚娜娜就 OK，Lizzy 就不行？娜娜不一样。我知道，他跟你就像父女一样的情深。你有必要这么明显吗？啊，像话吗？这不行，哎 ，Lizzy 要淘汰，哎。哦，给他再一次机会噻，抱一下。啊？对，哎，你们误会，他抱一下。啊，就是你了，好，抱一下。好，再给一次机会，Music。红彩妹妹很嗨哟，长得好那么很嗨哟，樱桃小嘴很嗨哟，一点点那么很嗨哟，三月里来杨花开，我与妹妹成恩爱，八月中秋。挤一挤不是抱一抱、啊？等，被吃豆腐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结婚了吗？兄弟啊，你在江湖上混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大哥的女人不能碰吗？而且，等一下，抱的刚好就是妈妈。哎，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结婚了吗？兄弟啊，你在江湖上混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大哥的女人不能碰吗？而且，等一下，你抱的刚好就是妈妈啦。我靠，你这挤一直挤挤就。你连他你都敢抱啊？我婆最近做未来，我动就不像话吗？淘汰，轮到我来玩，走，切小指，来这一招，来，像话吗？来，没有这样，预备 ，Go。欢乐西鼓隆咚隆咚响，把闹传云霄，看却江东抬头望，啊狮子笑张嘴，烛火檀香烧，菩萨们真香。哎，请注意，哦，各做一半。他这个我必须要讲，这是最好的示范。对啊，他又没有黄登辉的手，而且又刚刚好坐在他的腿上。那谁赢了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就君子风度，有没有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距离？等一下，我们要来看一下。哎，少，喂，不要闹啦！好了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轻浮啊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们三个不会觉得你轻浮，是翻译觉得你轻浮，因为你刚刚强暴人家嘛，抱一下而已嘛。好了，马上来进行抽钥匙分组。四位主持人分别选择钥匙进行分组配对，两人一组参加金曲猜猜的游戏。厉害了！现在我们要来配对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四位。啊，要找到他们的配对。哎，我们先问一下，他们在韩国如果有学校联谊的话，也是玩抽钥匙的游戏吗？对，学生时代会不会有这样？哦，会。然后坐男也是坐男生的摩托车，这样抽到谁的钥匙啊？就坐摩托车。对。OK， 我可以先抽吗？他们三个，但四张里面有一个是我。哎呦，有鬼牌！鬼牌？什么鬼牌？就是亲王就对了。哎，对了。宪哥，我们什么都听你的，但是刚刚我们有四票认为那是鬼牌，我们这个不能听。而且我今天真的是鬼牌，而且我今天不想有一个跟你玩游戏的回忆回家。来，抽的，这个不会是宪哥吧？鬼牌，我这张，还有自己开奖，一二，干什么？哎。撕开！我不要！他等于是第一张海军陆战队就偷走了。我们放轻松 ，OK 了，我们顶多入侵了，直接去走天堂路了，好不好？你要哪个？我就这个了。你先开好了。来，我的是啊 ，Rina。OK， 好，我的是 Nana。哎呦，厉害！恭喜！那我的就是 Lizzy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人比你还危险。
因为你抽到的是大哥的，大哥什么话？看要怎么样处理？对呀、啊、还有来来来，这个，哎呦，啊、这个娜娜，哎，来男朋友的照片拿好。好，那现在就是配对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两个来主持，你们三、啊、等于是有三对。首先，金曲猜一猜。金曲猜一猜游戏规则：程子教堂戴耳机哼唱中文歌，让队友猜出歌名，限时150秒，猜对最多歌曲者就获胜喽。好的，一开始是我们鞋子这边跟我们 Raina 好吧，对 okay, 队长，那他戴耳机，现在尴尬的问题来了，是他这个帽子没有办法戴耳机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，好糟糕啊，哎呦，爱豆果然不一样哎、啊，他有非常多不会弄乱头发的方式，哇，你看大东，你真的好懂女人哦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们也这样子戴，不怕弄到头发会弄乱，对，因为很多造型，那我们现在里面有音乐一出来，他就开始唱，好好，有150秒。对，是不是，那么这些歌啊，就看哪一队答的比较多。预备备，开始 ，Go！ 打开，姐姐唱。姐姐开。嗯，给唱。唱。去唱唱。唱唱。火箭唱。他现在是在唱歌吗？他唱的比小朋友还差，有笑声的。哎，他好像是韩国通电话，有重点哦。F F O， 李炳辉的歌。巴拉巴拉，有可能。锵锵锵，等空的。哦。哦。很明显，很明显的，很明显。好简单哦，很明显。这么明显？哦哦 ，S H E 什么歌？中国话，请揭晓。上一首 rap 真的很多，前面真的是 rap， 天哪，扁担长，扁担，所以就让他们唱出来还真是不容易。跟着跟着中国话，难怪这个头根本没有人在唱，而且很奇怪，怎么间奏这么长？好 rap， 跟不上，跟不上，开始。放落西部，咚咚咚咚锵。哦哦哦，庙会庙会。这个太简单了，好，一起来看看是不是庙会。他怎么唱这么标准、啊？好厉害哦！盘珠青龙抬头望，世事嚣张岁。恭喜答对，请看第三道题目。来，嗨嗨嗨嗨，游来游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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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是嗨嗨，我这么人来肯。没什么，原来坑你，没听唱唱，难哼哼的，蔡振南的歌。rap r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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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p， 哒哒哒哒哒，应该是副歌喽。哒哒哒哒哒，这什么？我阿卡妹。哦，知道了，怎么可能？什么可能？这应该是跟 rap 有关系的，我猜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恭喜跟酱油。我爱台妹，哎，一起来听听看，是不是我爱台妹？啊！我爱台妹。哎呀，饶舌的真的好难哦，没想到真的 MC 哈豆，可不可以喊对啊？好，只答对了三道题目哦。啊，时间好短哦，训掉了。好，我轮到哪一队？下一队，第二组，第二组，好，大东来，大东来，大东，大东，大东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哇，好难，好难。对呀、啊，希望这一组的也没有。其实如果 rap 的话，真的他没有办法唱，啊、速度太快。那现在马上，好，请出第一道题目，开始。一个，三个，那个，四个，一个，三个，一个，两个，四个，那个，丹娜，那个，有什么歌？有几个？几个？七个，七个。我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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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咚叮啊，我答对了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，恭喜答对了，请听下一首，不羁八斤，啦啦啦啦啦，下啦我请你
我怎么像台语啊？对啊，哎，他们唱起来真的别有一番风味，挺好的。哦，是儿歌。台语好像没有这么可爱的，这边没有唱。我要心可伤怪你，伤来你我要杀光你。要外心忘了提上情，感激感激，向往乒乓。简单哦，很简单呢。都知道。很简单。没有，要让大东猜，让大东猜。你。很明显啊！不是什么哗啦哗啦哗啦啦啦，小毛驴，哎，一起来听听看，是不是小毛驴？哦，叮咚的，对啊，叮咚的。醒来也不急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着去赶集，我手里拿着恭喜答对了，好，下一首歌，厉害哦，你。唱歌唱歌，哎，唱歌唱歌，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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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什么有什么歌是唱唱唱唱唱？叮当的叮当的，没有那里呢？啊，叮当的叮当的，我妈妈没追。什么歌？哎，什么歌？爱情小西飞。爱情，爱情恰恰，爱情恰恰，一起来听听是不是这首歌？袂通放袂记，叮当的。身边的人，是你。恭喜答对了，请听下一首歌来。啊，时间到了啊，时间到了，哇，那也是三首啊，哎，三首哎，人那要快哎，就看你们这一对，好，加油，好，第一首歌，请出题。像夏天就。红岗九零九零九，九零九零，九零，好像是九零的歌。快到校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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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谢谢给你，谢谢给。看不到，就知道。变奏变快了。看不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的心上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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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虚弱。SH 的虚弱，一起来听听是不是虚弱 ？Yes 啊，好强哦！恭喜答对了， yeah! 下一首歌来，加油！你是不是太阳都？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什么歌？我的未来不是梦，一起来听听是不是我的未来不是梦？哦我们俩默契真好哎！对，早知道不能那么早结婚了。我知